舰长。嗯哼。我可不，我们得找舰长。哦，我的好人，舰长。好了，是时候。哎呀，接收到。使用点击热声。非常感谢你，注意，海盗派出了更多的飞船来拦截我们。舰长，维拉有新发现，我们救下的是普罗米修斯基金会的商船。小心，海盗又出现了！居然还不罢休，我去击溃他们！轻松搞定，我们到前边停靠一下，清理战场。清点完毕了。这，布莱特。特意传奇战士，感谢你的没乐意。我从来说克隆并不我不你好吧不保但我没关哦